啊，你有条件的话，记住就是加到后面，这样子。第二个条件，那第三个条件怎么办？再 end 嘛。第四个再 end 嘛，一直 end 下去嘛，哈。OK，好，那输出到哪里呢？输出，哎，我们这边是区吧，哈。不过我们看一下位置，输出到哪里？我们要输出到 F，所以这边把它改成 F 就好了，好，啊，其他不用改，哎，就完成了，好，OK。那你做完试试看哦，比如说你这边的话，把它执行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就输出？哎，不合格不合格，不对，应该是 U 啊，哦，跟列，所以你这边把它再改一下了哈，哦，U 好，哦，然后这边改成列，好，这样试一下，再来执行一下，哎，OK 了哈，哦，应该没错吧？哦，两边都一样。那最后如果你要再一个清除了啊，那你如果你要再一个清除也是一样，干脆把这个。哎，乘积清除改一下哈，把它改成叫业绩清除。那当然这边也是这样把它贴上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叫这边也改一个业，好，然后这边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 F 嘛哈，然后试一下范围没问题，直接执行，哎，就清除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以后当然你可以拿来当范本，以后复制贴上修改就 OK 了哈。啊，有些当然没有办法一下背起来了，不过打久了应该也就但慢慢你会越来越进入状况，啊，最后当然最后哈，哦，还会需要按钮，不过按钮我们已经做了 N 遍了哈，哦，所以你慢慢要习惯了，反正就是按哎，然后业绩复制，好，哦，然后到这边怎么样，把它直接贴上一个嘛哈，哦，啊下面也是一样，所以哈，哦，以后反正就标准化流程。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按钮啦，做一个这些东西哈，大概做熟了之后哈，我想应该很快你就会，你的工作里面就会很多按钮了，好，那以后呢按下去，清除就会有了，哦，不过这功能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很棒啊，因为每天按一下按一下，事情就搞定了，多好哈，啊，如果你的同事看到你按一下按一下就好，他会觉得哇，哦，好羡慕，你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好奇妙哦，对，他也可能会问你哦。那又要记得跟他讲，好，没有了，开玩笑啊，这，好，叫他记得上网去看就可以了，哦，OK，好，这里的话呢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，那这个是 VBA 部分，自定函数其实如果你做出来了，也应该差不多了，有没有？就插入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叫业绩函数好了，好，哦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